我喜欢你，我们见面吧。表白了？什么？他说他喜欢我。谁喜欢你？哎呀，还能有谁啊？有远有多远？他说他喜欢我，还约我见面。真的假的？还真的呀？那你怎么回答啊？我不知道呀，所以我才来问你。一般这种情况，我下一步应该怎么操作？我这种情况还需要下一步直接亲上去啊？我也想亲上去，那我现在没法实现呀、啊。你给我一个好操作。我没有再好操作，我只会骚操作。行，我睡。恭喜你啊，恭喜你啊！咋不会？哎呀，我昨天没回来过。我也喜欢你。看窗外。Away.